家好，我是中日家庭的亚亚，现在来菜市场这边买菜。这一袋金针菇3块钱左右，蛮便宜的。杏鲍菇我特别喜欢吃，而且听说杏鲍菇对身体也很好，这个要多买几份。这个今天也很便宜啊，一份3块钱左右，好实惠啊今天。这个是叫什么什么菇啊，也蛮便宜的，7块钱一份。这个香菇我家里还有，买2把小葱吧，今天葱也好便宜啊，这个2份才4块钱左右吧。回家以后啊，这个根还能把它给剪下来，继续水培栽种。最近青椒好贵啊，这个里面有5个6块钱。这个草莓也蛮实惠的，一箱里面有2份，两份的话是30几块钱。这个吧，这个好一点。都说日本的苹果很贵啊，2个苹果，小20人民币。我喜欢吃这种黄色的，啊，这个有点坏了。我喜欢吃那种苹果口感软一点的，好像都有点破损了。感觉这个还行吧，品相，就这个吧。再拿一份茄子吧。蛮多的，里面有6根，10块钱左右。中国产的蒜苗比较实惠，一把的话是2块多人民币，但这一把的话，这个的话就只有4根，3把的话可以炒一顿了。本来还想买点蒜头，哎呀，已经没有了。这边本来是放的一袋，里面有3个蒜头的，一份的话就。3块多人民币吧，已经卖完了今天。啊，这个一袋太大了，也吃不掉。然后日本产的蒜苗啊，就特别贵。看一下这一个大蒜头，10几块，所以买的人就不太多了。中国产的就全部卖空了。生菜价格也还行吧，这个的话只要4块多毛钱一个。香蕉感觉是日本最便宜的水果，这个一个里面有4个，7块钱吧，7块钱左右。看到今天有卖空心菜，这个一份的话得6块多人民币，但是不太新鲜了，看叶子有点开始里面积水，算了，就先不买，等到夏天我就可以自己种了。青菜一把的话是里面有2颗。3块多人民币。告诉大家啊，就是这个青菜的菜心你不要扔，插在土里面啊，它还可以继续生长的，就是把外面的叶子吃掉，菜心留着。哇塞，今天居然看到花叶菜，这个价格在日本啊真的基本上看不到的，只有在这边偶尔碰运气啊才能买到这个。然后这个这么大一个吧，就几块钱，3块多人民币，我要买这3个回去。这个橘子上面写的是味道很香，然后呢很甜，买一份回去。我比较喜欢吃橘子，这个我也喜欢，拿个一份回去。买了差不多2篮子的水果蔬菜，等一会儿买了好多橘子啊，等会儿看一下一共多少钱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今天一共消费了4065日元，这边还有个5元。因为今天带的本来以为一个袋子够了，然后结果装不下，又花5日元买了一个袋子，所以买了2大袋，一共200多点人民币。刚刚到家，现在把今天买的东西带一点拿出去给我婆婆。然后这个草莓也要给她一份，先带一些这些给她。现在来接儿子们了。ヒロ、払ってるの？あ、
飲んでるかもしれない。うん。すごい。美味しいイチゴだね。あ、美味しいで。でもね、安いよ。300いくら。あ、安い。うん。哦，婆婆晚上做了那个。嗯。呀，今天阿丽哥今天做的。明天我父さんのおにぎりだから。今日作って、カイトが食べた。うん。食べるなら。うん、いい、大丈夫。ダイエットから。あ、そう。うん。ああ、アイスクリームも。昨日みかんないって言ったから、今日みかん買った。あのちっちゃいみかんね、美味しいって書いてた。匂いもいいって。あ、単管。うん。あとポンカンも入ってる。ポンカン美味しかったこの間ね。美味しいねこれ。これ。カリフラワー。这个是。58元。我公公特意去那个专门产牛奶的那个地方买的。那过去还见，安い。ママに入って。ありがとう。嗯。あ、老大今天吃饭的时候把衣服弄脏了，所以里面的衣服脱掉，现在外面套了一件奶奶的衣服。大小可以吗 ？size？ 你看看哥哥。来，走了。嗯，口罩戴好了 ，Hiro。マスクちゃんとつけて。嗯。嗯，ちゃんとつけて。哎呀，真乖。走了。小伙子们，要睡觉啦！好了，你们两个早点睡啊。妈妈呢？嗯。妈妈呢？怎么了？妈妈。怎么了？妈妈。妈妈一起睡啊？现在还早，爸爸还没有回来，妈妈还要等爸爸啊。妈妈的。准备准备。嗯，两个人准备睡觉，凯都没有枕头呀。来，爸爸，妈妈给你个枕头。来，把枕头拿着。嗯，想不睡。快点睡觉啊！明天最后一天去学校了吧？是。然后就是要放春假了啊！放春休息了吧？明天最后一天去学校。嗨，多。今天教一个什么单词？春休み。哎呀，春休み的中文是春假。Hello。春假。春假。对，春假。春假。春假的日文发音呢？嗯。春休み。我是再说一遍，刚才弟弟可能打扰，没有听清楚。春休み。怎么了？妈妈在那接你们的哟。要妈妈一起叫叫。好了，妈妈陪你们一起睡一会儿吧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妈妈，宝宝。小宝宝。